隋大业3年，花岩团魁首知侍郎再现西域，震动朝野。暴君杨广命左卫大将军宇文述镇守张掖，长安的武威镖局接到委托，要从宇文述的南山别院中盗取一张神秘的通缉令。 方镖头所说的地方就是这里，通缉令。拖动遥感，开始行动吧。何人擅闯南山别院？拿下他！点击使用技能，可对目标造成大范围的高额伤害。守卫越来越多了，还是使用绝学吧。如此动静，看来也不算潜入了。快去报告大人！嘿，还想报信？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把你们都打倒！ 我的潜入就是成功的。哪儿来的贼人？抓住他！就是这间屋子了，果然守备森严。这个书橱应该就是放置通缉令的地方，快些过去，拿到就走。 双头蛇，这不是师弟随缘？有人触发了机关，我把门封了。去把机关关了，随我进去抓人。不行，有人来了，我还是先离开这里为上。 只能继续往上走了。 上面虽然危险，小心点就是。竟然敢来这里！ 当目标释放黄色预警时，使用黄色绝学可打断目标技能。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当目标释放黄色预警时，使用黄色绝学可打断目标技能。还有些本事，让你见识一下老夫真正的实力！去死吧！ 这是哪里？我一定要找到通缉令，再回长安。这样，先给黄标补什么？哦，是方镖头之前。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玄彬宝图。前朝的尉迟家族散布玄彬于天下各处，留下了一些玄彬宝图，由后人。你手中的应该是其中一张。当凑齐多张后，还玄彬宝图总会集齐的。好了，先出去看看情况吧。 大侠，你终于醒了，小兄弟。是，对了，有呢，就在楼下呢。我先去后面给您准备酒。我叫刀马，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反正名头不重要。我叫小七，我的名头很重要。 我要找通缉令上的这个人，据说他就在这个镇子里，或许他就在你们之中。看来这位就是拿走我通缉令的那个人了。在下是武兄，朋友，救命的！没问。糟糕，前台估摸是在别院搞丢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朋友说的有道理。 只是现在这样的话，老板娘，麻烦把酒菜送到。朋友，哦，这样。等等，小七，嗯，客官您下。哦，这样啊。客官您下来了，不负，谢谢老板娘的指点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。夫人，没事。夫人，甭担心了，我是掌柜。老板娘愁眉不展。 似乎有些烦心。老板娘，客官，没事的，您去吧。外来人，让我给你讲讲赤沙镇的规矩吧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规矩了。来，让你知道这是河东裴家，你都不知道。要么呢？与江湖上带有黄色气泡框的人对话，可触发奇闻异志的任务。 落花流水，好小！看张爷的虎鹤双形！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无法无天！ 大侠，再让我看见你作恶，定不饶你！下次不敢了。这家伙跑得真快，这家伙也就会点坑蒙拐骗了。我还是跟老板娘打声招呼再走吧。恭喜你完成了一件奇闻异志任务，现在前往领奖吧。客官出去要小心啊！六合点击奇闻按钮，可以打开奇闻异志界面。先来查看下刚才触发的奇闻异志吧。任务完成后，可领取奖励已拿到。继续主线任务吧。 此地便是赤沙镇了。打水都要排队，掌柜谈事情，为什么还要排队呢？我去看看。掌柜的，这是竟然还有……哎，那边的家伙，不好！快来人，让本公子看一下。这是长……这是公子长见识了。我还是赶紧去六合坊吧。 不夜之人，这赤沙镇以前似乎连水车都有，现在怎么只有一口井了？这应该就是六合坊吧，倒是有几分期待。今天我把苏小小拿下了，兄弟们，明天去我那边喝喜酒。梦人节，苏姑娘，只是让你陪我们快活快活，何必这样看？这位朋友，你在姐 no 小贱妇，竟然姓孟，你敢管孟爷爷的？ 是，今天就把你的脑袋打成骰子！哟呵，还挺厉害，看我这招六六大顺！多管闲事，今天就把你的脑袋打成骰子！哟呵，还挺厉害，看我这招六六大顺！手下饶命！那我…… 不敢不敢，只要饶了我，